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看一下这帐篷，这已经收起来了。不要快，要快，嗯，又下雨来了。这是所有露营天里面最糟糕的天气，下冷雨。对。然后这想办法看一下怎么收。下雨天露营，特别是这种水泥地，这忌讳的就是你看一下，这还好是充气垫，这一面没有那个。打包气了，还是可以睡了，但是这一面就遭殃了。哎呀，我这帐篷，它这收的可快了，就怕再次下雨。我这再凉一会儿吧。那么着急干啥呢？嗯？晚上又哗啦啦下雨了。这早餐随便吃一点，一会儿遇到餐馆直奔午餐了。那奇奇拉克。还好，风云梦幻，一个小时的前行啊，那我们收拾好东西了。到了下一个城市，赶紧找酒店。阿比勒，好好休整。嗯。所有东西要补给了。走。好多垃圾。又是满满丰丰的垃圾。哇，这个风这么大。看来今天是狂风啊。希望不要再下雨了啊！下雨也无所谓。风雨，袭击伊拉克北部霍尔德斯坦。那现在穿过马路啊，顺风哎！这横风吹的，这还好是逆风。雨过天晴，迎来大风降临。骑在伊拉克富尔德斯坦，这是从北京骑进去巴黎的第886天。然后我们先去过阿比勒，这么好的一个露营点，错过了，还害得我们淋了一天的雨。昨天太草率了。要不今天接着录呗？啊？哎呀，你看他这唉声叹气的样，他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可惜了。我说接着录呀，今天不用进城呀，反正有你有面。的话，我们继续前行吧。这个场地真漂亮，打个招呼。Hello。哎呀，阿比利！而且他们这个钱币还有阿巴五。是啊，他们很喜欢阿巴五啊。好怕怕呀，驰骋在埃尔比勒的平原，被汪汪队追啊，谁能想到呢？通过一个小镇，然后这里离埃尔比勒只有25公里啊，这同伴早就死失踪了。骑的是真的快呀、啊，这没有关系，两个人的节奏不一样。昨天下雨了，这个道路就成这样，骑了一上午了。哎，他怎么停下了？然后前方有车，去看一看吧，瞅一瞅啊。咋地，我的朋友，吃饭吗？哎呀，摇头啊，好累啊，骑不动啊。走吧，继续前行吧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前方是库尔德斯坦的军旗啊，不是国旗啊。他们想那个这个国家。伊朗、伊拉克、土耳其、叙利亚，他们不愿意啊。
但是这个旗子是老早就准备好了，把中间有一个太阳。鄂尔德斯坦，鄂尔德人有5000万人，这人口还是基数还是很大的。埃尔比勒郊区，很多卡车，这应该是卡车市场。可以看出来，这边的经济还是很发达的。我说，相比于南部而言啊，看看这工厂，哎，还有比那，看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飞于北美，看了。那地方真的还是发展的很不错的。对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它这个是靠啥什么来支撑的？它有石油啊。还有老美的扶持啊，我们应该马上要进城了。啊，总算有饭吃了，看到餐馆了。吃啥呀？大伙指个道呗。这家和这一家，你选哪家？哦，这是个传统当地菜吗？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这个好像是我们那天早上吃的。啊，这么多好吃。你让你给我过去。你看他的车这个变化，你看到围观的人太多了，哇，看起来很实惠的样子哦。先喝点热汤，咸，这是意面汤，超咸。什么呀？就这么快就上来了？看一下，好大一块肉，吃的香呀。来，开动！这有点像新疆的泡馍吗？还是西安的泡馍？有点咸。OK， 包容。OK， 然后他刚才先给我们一张那个账单，一个人15000，中间写了一个肉，挺标准的哦。这个糖自己加，这个糖，大伙想吃吗？这到底是喝糖水还是喝茶呀？他们这个茶不加糖还真的是挺涩的，特别苦，加糖就不会了。我们本来想在餐馆多停留一会儿，结果发现要变天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比勒要大变天了，变天我们要进城了。吃饱喝足了，人也踏实了。没吃饱，整个人都是虚的。我们应该开启进城模式，这里已经算郊区了啊，但是还没有到外环。埃尔比勒是一个圆形城，吃饱喝足了就是开心哦。欢迎来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首府埃尔比勒，宽敞的大道啊。进城了，到大城市了，好富气派啊，高楼林立，一点都不像伊拉克。看一看，感觉还有标志性建筑哦。大哥又带我们来挖特哦，三星的哦。摇土啊，三星，这是住好一点吗？这鱼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停车。继续向前。这么高级，说天上。好跳 ，Great battle。哈哈。这挺繁华的、啊、这边。想向前砸他。这不像大哥说出来的话呀。
我替你考虑。不需要，想住就住。啊，60美金一个标间。主要是我们要多住几晚，住一晚无所谓啊。本想说今天很顺利，结果爆胎了。嗯，这谁能想到呢？是先找住一下的，还是再补胎啊？就这酒店又是5星的，然后又是4星的，到底是几星啊？对，埃尔比勒是现代化城市，然后住的基本上都是特别高级的。想找一个普通的，再看一下这个伊拉克朋友送的打气筒，太袖珍的，那个不实用。这个进气的太小了，少爷的打气筒，这个丢在巴格达了，我好可惜呀、啊！现在看的是不可惜。好累啊，这打气。来来来，从5万砍到4万5，再砍到4万。我们现在3种床，谁想加入？这个味道怪怪的啊。还可以哦。来到城里，他们的歇后厅，先把这个城里1000多公里的链条，这个飞轮，先把它给插了。只能插到这个了，这个布应该要换了，这个布太脏了。这没想到这个进餐。太不舒服。我是感觉啊，这个我这个外胎啊好像也要快不行了，骑了快10000公里了，你看外胎都要裂了。现在有一个方法，你看这个已经都有绿的了。现在我在想，就是这个后轮，然后把外胎的这个后轮换到前轮去。Top. This. Yeah. Well. It's okay.开门了，哎，耶，开门了。磨练很大的一个耐心，就像这骑自行车一样，需要很大的耐心。包括现在有新的同伴，都是在磨自己，不是磨别人，是磨自己，就是磨一个这么一个性子。嗯，那慢慢的就把它给弄好了。回到旅馆，接着干活。这鸡蛋我在想今天晚上该如何处理。这酒店包饺子应该挺费劲的，今天冬至哎。看一下我们的陈老板在干啥子呢？我的后轮磨的差不多了，我把它换到前轮了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换的轮胎啊？换的差不多了。北京出发的是吧？外胎没换过。今天是大晒的日子，还是大喜的日子？哎，你这个放在这边过道可以放下吗？嗯，没有机节。今天哈给了我们个3人间，空间大一些。嗯，我的东西都放不下。晒帐篷，晒垫子，睡袋还在下面呢，全水。看一下这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上面拉泡尿呢。那作为一个勤快的孩子，先把这个地垫，先把这个帐篷垫子先洗了，把该洗的全部都洗了。可以把这个污泥全部都喷走。一般自己做饺子，但是这个条件有限，而且这种商务酒店一般来说自己下厨啊或者啥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家炖蛋馆去吃顿饺子啊。
冬至了，这边也冬天了，是要吃一顿象征性的饺子了。先打个车吧，叫了个车，三千就是2美。打车好像不是特别贵哦。阿拉伯的不是阿拉伯数字，阿拉伯的数不是阿拉伯数字。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。对，阿拉伯的数字我们看不懂。我看得懂，相当的现代化。3000就是2美元。对 ，Yes。这更贵呀、啊，3000打车最基本。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中餐馆，传说埃尔比勒，吃中餐很方便，我们来打打卡，感受一下。那这是有热闹的夜市哦，这不好找啊，好隐蔽啊，中国餐厅就这家。来来来，今天是冬至，来吃饺子。冬至快乐。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饺子吗？有。好的。三斤两过来看。好的。谢谢。老板娘哪里人？东北的，东北的啊，今天能吃到正宗饺子了。对呀，都吃饺子。吃饺子。今天不冬至吗？特地过来吃饺子。野人进城，来来来，感受一下这个菜单，有猪肉啊，看一下这个红烧肉，最喜欢吃的，多少钱？36。哇，感受一下这个天价菜啊！这里经常停电。这还剁椒鱼头是吧？剁椒鱼头上。豆腐吧，好久没吃豆腐了。嗯，豆腐。搞个麻婆豆腐。就是这家店的豆腐是在当地特别受欢迎，就当地人很喜欢吃。搞个麻婆豆腐怎么样？可以。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一万哦。嗯。再炒一个葱爆羊肉。嗯、可以，都行。啊，对，嗯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吃饺子。嗯。两个菜，好吧。好的。饺子是，你看一下，9000。嗯。上一个牛肉饺子，这就青菜稍微便宜一些啊，但是相比来说也比较贵。一个豆腐，一个葱爆羊肉， okay. 一个这个，好吧？嗯，铁板牛肉，滋滋滋滋的哦。来，忍不住淘气一下，实在没人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太棒了，来尝一下。来，以茶代8+1。这个餐馆其实是有8+1的，少喝点啊。来来来，冬至快乐。嗯，喝的是茉莉花茶。来吧，吃吧，敞开的吃。我们是这个天南黑北海百各各各吃哪个呀？有四川的，有湖南的，啊，铁板烧我不知道是哪的，反正中国各地都有吧。这四川的吧？的四川的嘛，四川川菜嘛，这个、湘菜嘛。啊，这个是东北的。来，铁板的话，广东那边吃的比较多一些，应该。来，再看看。这是中餐馆的服务员，也不知道他们待遇怎么样，一会儿要问一下。每人再点了份米饭。作为南方人，他这个以吃米饭为。我们俩都是江西人啊，其实打小都是吃米饭为主，而且我们那是清蒸米饭，那个早上都是吃米饭。嗯，蒸的先煮再蒸。嗯。一样的，嗯，特别农村都是先煮再蒸。小时候我就吃饭长大的。对，所以在冬至每个地方的状态不一样，而且他南方人其实对冬至这个概念不是特别，也不是南方，而是说广东人对冬至还是很讲究的，是吧？他们讲，对，他们讲冬至，也要分地方是吧？对，也是分地方，但好像是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对冬至的。就是没那么重视，就是说了一下冬至来了多加衣服呗。嗯，啊，
这菜都特别地道。嗯，这各个菜都是炒的特别那个。抓紧吃呀！哎，干不动了，这段时间吧，骑的少，吃的多呀，发现。啊，跟着老朱干，这个。哎，你不是很受罪吗？是是这样的。我跟着老朱骑的少，老朱跟着我吃的多。这样我们是不是优势互补啊？不是，你不用操心，这顿饭我来买，来。不用不用。这两天发工资了，全平台所有收益我一般是20号去提，统一提。不用不用不用你买了，是这样子，以后我们这样子，我们每个人换点钱全放你那里，啊，每个人换点钱放你那里，然后一起买单，这样子也不用算来算去，是吧？也行。咱这一顿我来。不用不用。啊，难得开心吃顿中餐了。老板娘多少钱？现在汇率咋算？256。OK。你这个是54,$36，$36合人民币是256。这个吃饱喝足了，来来来，开开心心过圣诞啊、哦！我们的车在哪啊？哦，这对，这里面吗？看一下，看到了吧？然后饺子大餐，这个汇率好像是有点贵，但是。还是很执着的，256吃了256，这我们的车就放这了。我把轮胎拿上去，还得补一下。就是不会，不用在这个淋冷雨啊，是吧？又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啊，明天只要花点钱就行了。老弟，这才是人生啊！这啥呀？这才是人生。这其实就是大大的棺材板，总比你这个淋冷雨好吧？早上再起晚一点就好了，天就晴了。我操！你非得要那么着急收？这个天气预报说只有一个小时的天晴。天气预报说的准吗？都看一下这个睡袋铺的满地都是，这帐篷。干了没？还没有呢，明天就干了。吃是吃的很饱了，老撑了。嗯，今天确实是太骑的少，嗯，啊，吃的多，骑了50公里嘛，今天骑的很少了。嗯，毕竟埃尔比勒是库尔德斯坦的首府，所以来这补给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离开这里，下一站是摩硕，摩硕过去就到边境了，到边境了，我们就离开。我们还得在这先提前把土耳其电子签证先搞定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很有必要停留下来。这一想到要去土耳其了，是不是把宝宝的行程先安排一下呀？签证很好搞定，咦，去那个最大的城市，安啥呀？5个字的，可以约那个城市，大概700公里。就这么定了，晚安，先跟宝宝说一下，睡觉。